哪个呀？我打着坏来观看 Stardew Valley 的游戏影片。那现阶段我就不废话多说，就赶紧的去做今日要做的事情。明天下雨天，那我看萝卜快种出来了，那先把这个菜浇一浇，然后就来去整理一下家园。这个是对，差不多，先整理到这个地方吧。那东西就摆一摆，然后带鱼竿，那东西放放。那今天应该不会赚什么钱了，因为今天只是来做一些例行性的家园整理。那现在看看有没有东西哦，有一朵花，还有野果，啊不是啦，浪费体力。哎，那边还有一朵花，哎，它加40能量，你那吃下去吧。吃下去，当然，好吃好吃。哎，剧情。路易斯。哎，开了！女人钥匙是在他手上，我们来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吧。真荒凉。史莱姆。还是那是小精灵。应该是精灵吧。
然后说如果我们有额外的时间，我们可以来这边整顿一下。好，我们来探索一下这里面有什么鬼东西吧。好大的保险箱。好像没什么东西。画不？有可能跟时间有关系，现在时间还没到，那个精灵不会出现吧？有可能是这样设计啊，这是我乱猜的，但是不是真的这样我就不知道，等有机会再回来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去钓几块，钓一些鱼，然后好了就回家去。我只是来钓鱼，真的超悠闲的。嗯，体力快不够。好，九阴村，挡到别人的路，不要挡到。好，我们来送一朵花看看。好，花看起来是个很接受度蛮高的那个礼物。今天是路易斯生日，那我们来看看他在哪里。虽然刚刚遇到他了，算还是算的吧，因为我不知道他住在哪边，真的。哦，这边一个金发妹妹，哦不是，来送礼物给她。哦，一天只送一次，不能送那么多。我也可以像矿石镇那样一直送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刚刚那位金发的，他是单身，也许可以吹一下。那至于这个游戏有没有设计成那个可以结婚生子，这我就不知道，因为到现在，哦，他在这里，好，那我们就送给他吧。哦，生日礼物嘛，谢谢。好，他在这里太好了，我还没想说遇不到就麻烦了。
在钓几只鱼就回去吧。钓到海草，哎，高飞，漂流木，这边也钓得到漂流木，有点奇葩。好，很成功。这不知道干嘛的，没关系，先留着吧。然后最后一次，那差不多可以去休息，要不然明天起来就只有一半的体力。好，回家去喽。我们拿去给那个工匠鉴定看看，也许可以看，也许是鉴定物，因为我记得有一个矿石是要鉴定的，那就看看吧。高飞多十分钟而已耶，算了，回家。那明天是雨天嘛，那就睡觉吧。我的猫出去不理它，睡觉。好，第八天。我猜这应该是声音啊，不是什么特别东西。嗯？明天会打雷？国父大赶紧来接过，接过。哦，对对对，谢谢，好。1000块跟75个的石头哦，我们1000块。我没有1000块，说真的。这个混合种子我还种干什么东西了？
靠背差一点。这种鱼好呢，这种变化很大的我真的有点头疼了。蓝图变多了，欸，我可以坐着回来坐一回家，看一下各一个。好，我们来做一个，先来说说看吧。那石头先拿出来，这里拿出来，这里这里这里 ，OK。那然后哎，好，做东西了。OK。熔炉，我看一下我要摆哪边哦。不能摆外面，就是给这吃的，那就放这里吧。农奴不知道摆哪边呢。那就先不理他了。
哦，先它还有一个那个傻瓜提示，如果你不在当地种的话，它就没办法种。哦，不是啊，这不能挖开，要那种不能挖开住的。如果挖开的就不能那个，不能做。我们来去给那个工匠鉴定看看。他说五个铜矿跟一个这个熔炉不知道干嘛，没关系，等下去看看。那可是我的那个铜矿不够，要找时间来去挖。哦，熔炉只能在他这边用。只能放在这边，了解。确定你的五个石头。你可以拿去卖，或是拿到美术馆去。那我们拿去给美术馆吧。好，捐给他了。OK。反正目前我也用不到啊。那我是这样猜啊，假如我们的那个捐赠的越多，那可能越多人光顾吧。这是我乱猜的。如果这样设计，那也真的是设计很不错。那以往牧场物语系列都是下午某一个时段做一个那个收获的点，收获时间点，还有，那这个讨厌，那这款游戏反而是以你睡觉的时候才做一个结算，这个还是不知道算好还是不好的。24英寸，好大哦！哎，是哦，有那个铜，我不知道往这边拿，浪费我体力。
27英寸，那一英寸大概 2.54， 所以你可以各位可以算算看说这条有多大。那上次有点挡到那个老师的路了。那这条鱼还不是最大的，因为没有出现星星，表示不是最大。哇，这个鱼好活泼。好，六点了，我们来去刚刚那个老旧的设施看看，会不会有什么特殊事情。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改变。那看起来那个东西，鬼画符的东西，一定要解开才能。哎，真刚这里有东西。但是这我真的跨不过。好了，回家了，东西放一放，就差不多先做一个小小段落了，因为刚好有事要先做一个结束。OK， 虽然我不知道明天的天气会是如何的。好，我们可以做稻草人。这一条鱼有60块，那这一条鱼一个50块，那这个 BOSS 级的鱼一个62块。637 OK。好，看来今天是好天气，我以为是什么坏天气。哇，樱花飘落，好漂亮。好，那游戏影片就这边下个告一个段落了。那昨天那个应该预告说今天会樱花飘落，真是漂亮。那这游戏真的效果真的还不错啦。
那如果各位有机会可以来玩玩看，免得别人。那这个游戏说实在就是花时间到处游玩晃来晃去，说实在我还蛮喜欢的。那下一次开始就是以赚钱为目标的。那还有就是罗宾要我去拿75个石头和1000块去找他爸干嘛，那到时候再看看吧。那游戏影片就在这边先告一个段落，我们就下次再见。